你好好说话啊！一言不合就哭是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最近就总是想哭。 别哭了啊！可能是因为觉得太不公平了吧？为什么功劳全部都给发行部，而我们编辑部什么都没有？我看到了你的功劳，只是还没来得及跟你说谢谢。我很高兴当初把《洛河神书》签给了你，谢谢你。周晨老师。 看到了我的付出了。好了好了，不哭了啊！怎么生气也哭，高兴也哭啊？平时不是恨了吧唧，像跟个螃蟹似的，最近怎么这么爱哭啊？那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问。洛河神书能不能送去花枝奖？ 奖啊！行吧，你想送就送吧，反正我觉得这本书也是你功劳最大，勉强让你做回主。啊，谢谢赵团老师。不用了，不哭了。 洛河神书大卖，我们都还没来得及一起庆祝。恭喜你成为金字塔最顶尖的作者。你喝慢点儿，你怎么比我这个当事人还激动啊？我高兴嘛。既然奖金飞了，那你以后就继续乖乖住在我家呗。你是不是只有一套床品啊？再添置一套。你买单吗？ 你下午还在我怀里哭得梨花带雨的，现在就开始惦记我的钱包了是不是？当然了，钱是最重要的。我给洛河神书版税，够你买10个床垫，当豌豆公主了。不行，除了买床垫，我还有很多的东西想要去买，比如说什么新衣服啊、新枕头啊，还有再买一个懒人沙发。那我直接给你买套房好了。 行了行了，别喝了，你的酒量啊，以后不许在外面喝酒。我不要，你又不是我男朋友，凭什么要管我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海量。啊啊！哎呀，还给我！早上藏起来，像犯错的小孩，心跳忽然多了一拍。 当你看过来，当万物皆可爱，怎么只有自己奇怪？ I've got a million ways， 却说不出来。我的理智明明知都在，抽到一个礼拜，好像你并不意外。 怎么样？昨晚睡得好吗？昨晚。
我们什么都没发生吧？应该吧？应该没有吧？放心吧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会负责的。那我先去上班了。